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 黄浩然，好耐冇拍过片啦。今日而家我就身处喺九龙湾，就准备去九展攞香港油菜新加坡嘅波飞。今集将会系门票嘅抽奖活动。片尾啦，就會有參加抽獎活動嘅詳情啦。咁所以想抽獎嘅朋友咧，就記得睇到尾啦。不經不覺，原來 channel 已經成立一週年。雖然球季回復正常之後，自己冇太多空餘嘅時間拍片。但是之后我都会不定时更新我的频道，为了答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，今条片将会送出两套香港对新加坡的波飞，每套两张，啲飞真是我自己用钱买的。顺利攞完飞啦，咁就等我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参加今次的抽奖活动啦。今次的抽奖只限我的 follower 和 subscriber 参加，所以大家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YouTube subscriber 参加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 like 这条影片，然后在留言讲低你支持香港队的原因就得啦。至于 Instagram 的 follower， 只需要 like 我的 post， 再留言讲低你支持香港队的原因，再 repost 上 story， 然后 tag 三位朋友就成功参加啦。希望今次这个活动可以帮到一些买不到飞的球迷朋友啦。下星期四入场撑香港队。